今日是无线台庆53周年，虽然近年无线不停都在网上被攻击，但是其实无线曾经都出过不少神剧，当中就包括有《溏心风暴》、《盖世豪侠》、《巾帼枭雄》、《天与地》、《流民大亨》、《新泽师兄》、《上海滩》、《创世纪》、《寻秦记》和《大时代》。《大时代》当年是无线电视25周年的台庆剧，但是流传度就很高，亦都出现大旗即日、定蟹效应等等形容股市状况的词语。